讲讲民间奇遇，谈谈午夜异林，叙叙阴阳鬼事，聊聊妖神之说。欢迎收听由阔天为您带来的短小鬼故事。男人影。林子文是个摄影师，由于人长得帅气又善花言巧语，身边总不缺乏美女，可他几乎不在一个地方久待，因为时间一久，总有一些女子会喋喋不休地纠缠他，令他厌烦。最近林子文又换了个公司，并在公司不远处重新租了间套房，房间条件还行，就是坐落在最底层，显得有些阴沉。林子文毫不在意，因为对面房间住着一个绝色美女，彼此的窗户正好相对着。当天晚上，林子文满怀期待地守在窗边，一直到11点多，女孩才回到房间。只见她随手脱掉了外套，正要再脱时，却犹豫了一下，走到窗边将窗帘放了下去。林子文气得一跺脚，继而又乐上了。原来窗帘太薄，遮住了女孩的容貌，却挡不住她的身段。多好的身材啊！林子文正趴在窗台上想入非非，窗帘上忽然冒出一个男人的身影，很快就和女孩紧紧地靠在了一起。原来是名花有主，林子文不禁破口大骂，以后岂不是夜夜要看皮影戏？可在几天后，他又兴奋了起来，因为窗帘上的人影总是肥瘦高矮不停地变，几乎一天一换。看来女孩非常开放，和自己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呀。微笑地看着对面的窗户，林子文又心生一计，那个窗户是老式的，窗外虽有窗套，可窗帘上边还空出一指宽的缝隙，若自己在窗套内装个微型摄像头，皮影戏岂不是大大升级了吗？偷窥有时候比偷情还刺激。机会还真的来了，这天晚上女孩没回房睡觉，林子文偷偷地溜到她的窗外，将微型摄像头装在了窗户上方的最边沿。装完后，他又用手推了推窗户，窗户竟然顺手而开，原来女孩忘记在里面插上插销了。稍一迟疑，林子文便跳进了房内，双脚还未站稳，就听见卫生间里有声音，吓得他一个就地打滚，钻进了床底。咚咚咚，低沉的声音自卫生间传出，又在房间内转了一圈，突然在床沿边停了下来。林子文一惊，不自觉地向后靠了靠，却被人往前又推了一下。他这才感觉到床底下竟挤满了人，你推我推的，三两下就将林子文推出了床底。林子文惊恐地抬头一看，房内竟是空无一人。他一个起身，飞速跑到窗边，连攀带爬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再看对面房间，依旧是一片漆黑，毫无动静。林子文暗暗称奇，女孩房间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还全躲在床底下？那卫生间里走出来的人又是谁呢？对了，先看看视频效果。这一看不禁吓他一跳，只见对面房内窗边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的房间。突然，那人抬起头看向摄像头，只看得林子文一阵毛骨悚然，慌忙地关了电脑，又将门窗锁得死死的，这才放心地回到椅子上。第二天早晨，林子文发现女孩的窗户已经关上了，打开电脑一看，视频却被窗帘遮挡住，可能是昨晚一时紧张，没装对位置，将昨晚的事情回忆了一遍，他不禁哑然失笑。真是夜深胆小，若不是幻觉，就是那女孩泡的男人太多了。
一时间全挤进房去了。不料一连数天，女孩都没有回房睡觉。林子文虽然纳闷，可也理会不了那么多，开始去酒吧泡妹妹了。谁知道女孩也在酒吧里，林子文暗自欣喜，立即上前调侃。果然不到半个小时，女孩就被他泡到手了，两个人喝得酩酊大醉，相扶着回到了林子文的房间。接下来的数夜，林子文都能在酒吧遇见那个女孩，两人喝多后就相扶着回到了他的房间睡觉。奇怪的是，女孩从不回自己的房间，也不曾对林子文说起她住在对面。直到第七夜，女孩终于悠悠地说道，以前呢，我就住在对面。林子文一愣，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她已经搬走了，可房间里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当下随口问道，那个房间住着不挺好吗？怎么不住了？女孩嫣然一笑，哼，这不是看上你了吗？林子文哭笑不得，也懒得再问，反正都是彼此玩玩，理会那么多做啥？当下一把抱起她丢到了床上，女孩露出了迷人的笑容。若没有了爱情，再漂亮的女人也会令人油腻。半个月后，林子文又在咖啡厅泡到了一个名叫苏苏的靓妹。可令他纳闷的是，苏苏太过保守，根本不准林子文碰她，甚至连她家在哪儿也不说。原来在一年前，苏苏曾对一个男人一见钟情，对方也很喜欢她。可正当他们谈得火热时，苏苏的姐姐突然自杀了，而那个男人也随即甩了她。这时她才知道，她和姐姐恋上了同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先后辜负了他们。自那以后，她就再也不敢轻易地相信男人了。林子文听得皱起了眉头，心想这也太想不开了吧，如果女人都这样，自己岂不是谋杀了无数少女了？想归想，嘴上却一个劲儿地安慰苏苏，又一再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绝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男人。看着苏苏信任的表情，林子文暗暗得意，不用太久，鱼儿又要上钩了。林子文可不会为了一条即将上钩的鱼而耐心地守候，追求苏苏的同时，他依旧进出酒吧狂欢。这天夜里，林子文四处卡进了油，才发觉那个女孩也在。当即油转至女孩身边时，女孩轻轻地说道，今晚要我陪你吗？以后可没有机会了。林子文哈哈一笑，拉着她就离开了酒吧。刚到家，苏苏就发来了短信，亲爱的，你有没有想我啊？给你看看我那死去姐姐的照片，可比我漂亮啊。我说你别玩手机了。坐在电脑前的女孩突然开口，哈哈，急了，我马上就好。林子文边说边打开彩信，女孩悠悠地叹息道，哎，他又来抢我的男人了。林子文莫名地打了个寒颤。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发现苏苏姐姐的照片竟和坐在自己身边玩电脑的女孩长得一模一样，顿时觉得脊背上一阵泛凉，冷汗直冒。女孩继续说着，前几年她就抢走了我的男朋友，不过没有关系，你看，那个男人已经回来了，而且以后再也无法去玩别的女人了。说话间，电脑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房间，里面拥挤着一大堆男人，一张张极其恐怖的脸孔狰狞地看着他们。这不是自己装在对面窗户上的微型摄像头吗？林子文吓得小腿直打筛糠，想要逃跑，可是四肢瘫软如泥，怎么也迈不开双脚。
这时女孩苍白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阴笑，对着电脑边的摄像头捋了捋头发。你看我在视频里美吗？视频如同镜子般照出了房间的摆设。林子文发狂的是，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的女孩却不见了人影。林子文惊恐地看着视频，又看看身边的女孩，不知何时女孩的脸孔已变得狰狞无比，上面爬满了蠕动的尸虫，正对着自己惨笑。鬼呀！林子文终于带着哭腔跑出房间，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可是当他将房东推进房间后，却什么也没有发现。那女孩去哪儿了？还有对面的那个房间？在林子文的追问下，房东迟疑了良久，终于说道：那个房间呢，已经一年多没人住了，以前有个女孩在里面自杀了。此时的林子文再也不敢住下去了，于是退了房，暂时住进了宾馆。可是他实在难以相信，那么漂亮的女孩竟然是个鬼，而且还如此的恐怖。于是跑去酒吧向业务经理询问，业务经理一脸惊讶地回道：这段时间没见过你说的这个女子呀。林子文一愣，那女孩果然不是人，于是又再描述一遍，业务经理终于有了印象。你说的这个人我认识啊，以前是我们酒吧的常客，嘿，那可是个大美女啊。遗憾的是听说她已经自杀了呀，详细情况呢我帮你打听下，到时再给你电话。离开酒吧后，林子文也没心情上班了，心想此地不宜久留，还是速速离开的好。可是一想起貌似天仙的苏苏，又觉得有些不甘心。晚上林子文整整情绪，将苏苏约了出来，却只口不提他姐姐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的喝酒，不多时就喝得酩酊大醉。人虽醉了，心却清醒，心想正好借此机会玩了苏苏，然后赶快离开他。他那个死鬼姐姐实在是太吓人了。不出所料，苏苏果然将他扶回了他的家中，又服侍他上了床。林子文眯着双眼仔细地打量着房间，突然他一个跨步走到窗前，眼睛直直地盯着上面一个小小的黑点，越看越觉得眼熟，再一想，这不是微型摄像机吗？怎么苏苏的窗上也有？难道……他猛地一把拉开窗帘，出现在眼前的果然是自己的房间。房间里面一个女孩正慢慢地脱去衣服，那动作是那般的熟悉。在她的身边一个男人的影子和她紧紧地相靠。林子文毛骨悚然地发觉，那男人只有影子却无躯体。手机的彩铃在夜里显得异常的刺耳，林子文心寒地接通了电话，是那个业务经理打来的。嘿嘿，我说林老板呐，那个事儿我可给你打听清楚了。嘿，那女孩确实死了，她还有个妹妹叫苏苏，也是自杀而死，好像都是为了一个男人吧。此时他的身后，苏苏冷冷地露出一丝诡笑，那神情仿佛眼前的男子即将被他吞噬。在这个城市有上百万的流动人口，每年都会有不少人离奇的消失，那些消失的男女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只是在某个时候，某个酒吧的业务经理会突然想起，有位林老板已经好久不曾光临了，念头一闪而过。几天后，林子文先前住过的房间又住进去一个男人，男人惊喜地发现，对面房间竟住着两个绝色美女，
于是买来了望远镜和摄像头。这一刻，对面房间的床底下发出了一阵杂乱的音效声，其中一个像极了林子文。讲讲民间奇遇，谈谈午夜异灵，叙叙阴阳鬼事，聊聊妖神之说。欢迎收听由阔天为您带来的短小鬼故事。禁忌。刘半仙是我们村里的算命先生，不过他的儿子刘广思却没有继续接班干他这一行，而是去了哈尔滨打工。经过了几年的打拼，刘广思在哈尔滨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哈尔滨买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之后刘广思就很少回雅尔雅门沁了。刘广思夫妻俩几次跟刘半仙提出，让刘半仙领着老伴儿一起去哈尔滨生活，可是都被刘半仙给拒绝了。跟刘半仙喝酒的时候听他说过，虽然儿子儿媳都是很孝顺的孩子，但是老两口在城市里就是住不惯，每次去也只是短住三五天便回到了村里。可能农村的老人就是这种习惯，春天在自家的小院里播种，夏天的时候弄弄自家的菜园子，傍晚摇着蒲扇和邻居们砍大山，秋天还可以去山里采一些山货，冬天的活动就更多了，包冻饺子、冻豆包，还要杀年猪过大年。在城市里，住在那个封闭的小空间里，他们就会感觉不舒服。而且刘半仙说，他家的祖坟就埋在雅尔雅门沁，要是他们全都搬走了，以后给老祖宗上坟的人都没了。就连刘广思家里生孩子，刘半仙和老伴也只是去照顾了几天，然后就匆匆地回来了。无论刘广思小两口怎么央求，这老两口就是不愿意住在城里。刘半仙更是表态，他宁可出钱给儿子雇个保姆，也不愿意在哈尔滨住着。最后刘广思没了办法，只能把刘半仙送回了雅尔雅门沁。刘半仙因为当上了爷爷，心里十分的高兴，在村里逢人便说他家的大孙子是多么多么的可爱，多么多么的聪明。没几天，全村的人都知道刘半仙得了个大胖孙子，不过对于刘半仙的炫耀谁都没有反感，因为刘广思当父亲的时候已经是33岁了，刘半仙那时候也已经60了。在我们村里，一般22、23岁就都结婚了，像刘半仙这个年纪的老人，他们的孙子都已经上小学了，还有一些早婚的，甚至有的已经上初中高中了，所以大家也能理解刘半仙的心情。第二年快到清明节的时候，刘半仙突然提出要重修祖坟，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得到这个大孙子是祖宗的保佑。而刘广思夫妻俩对于刘半仙的提议也不反对，还给寄了点钱表示心意。有了儿子的支持，刘半仙就张罗得更欢了，又是联系石碑店，又是买材料的。快到清明节，刘广思全家都回来参加祖坟的翻修工程。按照我们村里的规矩，翻修祖坟之前要向祖宗汇报原因，要告诉祖宗是要翻修坟墓，还要说清楚为什么要翻修，让祖宗不要怪罪之类的话。
本来刘半仙祖孙三人一起去上坟，结果当天早上起来，刘广思就开始跑肚子拉稀了，最后连站都站不起来。刘半仙给儿子吃了点药，就带着孙子去了墓地。此时刘半仙的孙子已经一岁多了，走路比较稳，而且简单的话也能说明白。刘半仙背着孙子，跟孙子说上坟的禁忌。他告诉孙子，其他的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注意不能踩到别人的坟头，如果踩到了，要跟人家说声对不起，还得给人家上柱香。不过显然刘半仙是多虑了，因为只有他跟孙子两个人，而且还把孙子看得十分的紧，所以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到了清明节那天，村里很多人都来帮忙，石碑店和棺材铺也按照刘半仙的要求把东西送了过来。按照规矩，给祖宗迁坟或者翻修，必须是后代子孙里年龄最小的男丁来挖着第一锹土。刘半仙专门给孙子准备了一个小铲子，让孙子挖了第一下，然后大家就热火朝天地挖了起来。经过刘半仙的一番做法，给祖宗的遗骨换了新棺材，还用新被褥在里面铺盖好，然后就准备重新下葬。这时候还需要刘半仙的孙子挖第一下，因为怕孩子受伤，所以在挖完了第一下之后，刘半仙就让儿媳带着孙子去一边玩了，他亲自指挥给祖先下葬，然后用青石砖重新垒好了坟头，埋下了崭新的石碑。这一切算尘埃落定，因为刘家在这片坟地里的祖坟有六座，所以一直忙活到下午才完事儿。下午给帮忙的村民们安排了一顿酒菜，自然是不在话下，大家吃喝完之后就各自回家了。刘半仙心里高兴啊，而且今天孙子表现得非常好，不哭不闹地听指挥，于是刘半仙就想去夸孙子几句，就问儿媳妇儿孙子去哪儿了。儿媳妇儿说，孩子从回来就在睡觉，而且下午家里办酒席闹闹哄哄的，他便没有去叫孩子，随他睡去了。刘半仙心想，还是应该把孩子叫起来，要是白天睡多了，晚上这孩子他就不好好睡觉了。可是刘半仙喊了半天，孙子就一直的昏睡，怎么也叫不醒。刘广思和爱人也进来叫，可是大家叫了十几分钟，又是大喊大叫，又是摇晃的，可孩子就是昏睡不醒。刘半仙的酒一下子就醒，脑袋上冒出了冷汗，就问他们，孩子在山上都干什么了。儿子说，自己一直在跟刘半仙身边起坟，一直没有带孩子。儿媳想了想说，也没干什么，就是在下葬的时候孩子挖了第一锹土，然后怕孩子磕着碰着，就带着孩子在附近玩，孩子突然说要尿尿，便带着孩子到那个小土包的后面，让孩子尿了一泡，其他就什么事都没干，他就一直和孩子在旁边看着大家忙活了。刘半仙一听到这儿，就知道问题出到哪儿了，因为刘家很多人都外出闯荡，所以祖坟里只有六座坟墓，而且刘家祖坟旁边就是其他家村民的坟墓，而且坟地是在一片平原地区，哪里来的什么土包，那分明就是别人的坟墓啊。可是儿媳妇却说，
当时没有看到墓碑，以为是普通的土包，所以就没有在意。孩子比较淘气，想从土包上走过去，他就扶着孩子走了，完全没想到那个土包其实就是一个坟头。这可是刘半仙唯一的孙子，刘半仙可不敢大意，赶紧让老伴杀了一只大公鸡，用碗接了鸡血，擦在孙子的脸上，把孙子擦成了一个大红脸，然后让儿子去杂货店买了两捆黄纸。刘半仙脖子上挂着自己的小背包，亲自背着孙子去了墓地。不一会儿，刘广思就抱着两捆黄纸来到了墓地。在儿媳的指引下，他们来到了一个荒坟前。刘半仙一看这个荒坟，已经看不出年代了，不过应该是很多年都没人来祭奠了。坟头已经快被风给侵蚀的平了，不经意地看过去，只是一个一尺多高的小土包，而且没有墓碑，没压黄纸，也难怪儿媳妇看不出来这是一座坟了。刘半仙把孙子平放在地上，在坟前插了三炷香，让刘广思把黄纸给坟主人烧了。刘半仙则是亲自跪在坟前，一边磕头，一边说着道歉的话。刘广思也学着父亲的样子，说小孩不懂事儿，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之类的话语。全部都弄完了，已经是深夜了。因为刘半仙跪得头昏眼花，最后还是刘广思一边背着儿子，一边搀扶着刘半仙，才算回到了家里。家里人看到刘半仙累成这样，老伴和儿媳妇赶紧把刘半仙放在炕上，给他捶胳膊揉腿的。当天晚上，刘半仙的孙子就醒了过来，不过因为孩子太小，他也只是以为自己睡了一觉，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而刘广思和他的爱人对于刘半仙的本事也更是深信不疑了。讲讲民间奇遇，谈谈午夜异灵，叙叙阴阳鬼事，聊聊妖神之说。欢迎收听由阔天为您带来的短小鬼故事。见鬼。 A 城大学401男生寝室，两个男生围坐在一起，入迷地听着电脑里传出着一声声伴随着恐怖音乐播讲的惊悚故事《鬼吹灯》。正听到第四章大山里的古墓，突然电脑里的声音戛然而止。刘文看了看表，正好午夜12点，是每晚学校设定拉电闸的时间。为什么每晚要拉电闸？就是为了杜绝有些学生在熄灯以后不睡觉私自上网或者滥用电的情况。两个人一看没得听了，便垂头丧气地躺回被窝里。刘文说了句：“哎，我说不如咱们也去盗墓呀，我们老家那边有一座大山，小的时候我整天满山遍野的乱跑，有一次我掉进了一个山洼里，发现那里有好多古墓，当时我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转悠了天黑才跑出来。哎呀，行啊，比天天听小说过瘾呐。”萧军的兴趣马上被提了起来，于是两人聊起盗墓，越聊兴趣越大，最后决定放暑假的时候去刘文老家来一次刺激的盗墓旅行。临近放暑假的时候，两人天天在一起神神秘秘地琢磨着买盗墓爬山旅行用的工具，两人可谓算是用尽了心思，淘来的工具应有尽有。刘文的老家是一座古城，
这里的人朴实而且守旧，当他们两人穿着时尚穿梭在大街上时，引起了不少人的侧目。刘文的家暂时作为他们的根据地，稍作休息，两个人就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上山去了。进山的路途并不远，只是沿途都是山路曲径，极不好走。两人连玩带闹，并没觉得累，便到了刘文说的山洼处。穿过一道窄小的山夹缝，便到了一处形状如盆的山洼，果然看见零星几座孤坟，并没有刘文描述的恐怖，坟也没有想象的古老，萧军有些失望了。刘文并没有注意萧军失望的情绪，边走边说：听老人们说，以前我们这儿可曾经住着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晚年才得一女，爱如珍宝。可惜呢，这女的从小体弱多病，将军请了很多名医，也没治好他女儿的病，没活到18岁便死了。有流言说，那将军一辈子杀伐太重，以至于没有儿女命。将军在伤心痛苦之余，为女儿在这山里选了一处宝地埋葬，把他家的家产全部变卖，给女儿做了陪葬，之后便离开了本地，也不知所踪。萧军听着皱皱眉头，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踏入这片山洼，他觉得心情变得特别的低落，右眼皮跳得也越来越厉害，心也更慌了，总觉得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两人不再言语，趁着天还没黑，赶紧找将军女儿的坟墓。突然刚刚还是晴朗的天说变就变，转眼乌云密布，仿佛随时都会下起雨一样。萧军抬头看了看天说：哎，我说不如咱们回去吧，天好像要下雨了。刘文却一点走的意思都没有，正在四处的寻找着。不久他大喊一声：哎，萧军，在这儿，在这儿。萧军急忙跑过去，看着墓碑上的字，早因为风吹雨淋的变得模糊了，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坟墓有些悲伤，甚至不由自主地用手在墓碑上摩挲着。刘文拿起工具叫着他说：哎，你干嘛呢？快点挖呀。萧军依然没有动，只是看着墓碑发呆。刘文卖力地挖着，不一会儿挖到了棺材，用铁锹把棺材盖打开，不由得笑出了声。在一具女尸旁边放满了金银财宝，刘文哈哈大笑地把那些珠宝抱在怀里。刘文只顾着开心，却忽略掉了女尸死了这么久，身体依旧完好无损。他一边叫着萧军来看，一边往旅行袋里装着财宝。忽然抬头，只见女尸坐了起来，更恐怖的是这女人的双眼正在流血。刘文吓得尖叫一声：啊，有鬼啊。这一声惊醒了萧军，他跑过去，只见刘文傻傻的呆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说着有鬼有鬼，而他的面前竟然坐着一个女尸。女尸直直地紧盯着他，那目光像是有一种魔力，迫使刘文跟他对视。忽然女尸伸出一双苍白的手，迅速地伸进了他的胸膛，抓出了刘文不住跳动的心脏。刘文发出凄惨无比的嚎叫声，片刻间嘴角流出了鲜血，便不动了。女尸的嘴里突然传出咯咯的笑声，脸慢慢地转向了萧军。萧军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脸惊恐，就像一个木偶一样在那里呆站着。风从山的夹缝中吹过来，呼呼地作响，仿佛有无数冤魂一起哀嚎一样。他感到自己的头皮直发麻，站立不稳。女尸抛开了刘文的心，
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不住地在滴着鲜血。他缓缓地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向萧军走了过来，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他的眼珠突然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一只蛆虫从里面咳出来，在空洞的眼窝里探头探脑，恐怖无比。萧军从嗓子眼里冒出一声凄惨无比的叫声，双腿一软便昏死了过去。在昏迷中，他的灵魂脱身而起，望着女尸，竟然升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的灵魂来到了女尸身旁，女尸突然变了，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女孩一下子扑在他的怀里叫着，爹爹，我终于等到你来了。萧军用手抚摸着女孩的头说，哎，是呀，爹爹不是说了吗，不管走到天涯海角还是上天入地，都要帮你找到那个害你的大夫。女孩调皮地吐了吐舌头，看着躺在坟墓里的刘文说，爹爹你看，我已经亲手报仇了。萧军刚要转过头去，忽地醒了过来，只见自己躺在古墓边上，刘文浑身是血地死在了古墓里。古墓里除了珠宝，并没有他看见的那具女尸。刚才昏迷时，那一刹那浮现在眼前。他缓缓地站起来，用铁锹重新把土填满了古墓。刘文彻底地留在了古墓里，抱着他那些珍爱的珠宝。讲讲民间奇遇，谈谈午夜异灵，叙叙阴阳鬼事，聊聊妖神之说。欢迎收听由阔天为您带来的短小鬼故事。还我器官。无名一边连声地道着谢，一边满脸得意地从医生刘琦的办公室走出来。无名刚刚拿到医院的化验单，结果显示为尿毒症，也许这在普通人看来是个晴天霹雳，但是在无名眼里，这就是少赚了一次钱的事儿。钱这东西，无名早就不需要了，他做生意已经有十几年了，这十几年纵使做的是普通生意，也应该有了不薄的家底儿。更何况无名做的是不要本钱的生意。无名和刘琦有多年的交情，也许他们不是朋友，但是他们相互需要对方，互相惧怕对方，他们都有把柄在彼此的手里。刘琦答应一定会帮他，其实也是不得不帮。他和无名搭档倒卖人体器官和尸体已经快五年了。五年前他刚刚从医学院毕业，没人没钱，读的又不是多么顶尖的大学，于是他和许多大学生一样，一毕业就面临着失业，不得已在一家殡葬公司做些缝合尸体类的活维持生计。而他和许多大学生不一样的地方是，没人会像他那样需要钱。父亲去世，母亲病重，弟弟妹妹一大堆，俗套的故事却真实地发生在刘琦的身上。而那时无名已经是腰缠万贯，阅人无数，当他一看到刘琦时，就知道他有多需要钱。他告诉刘琦，可以让他很快有一大笔钱，并且可以让他进入市里最大的医院工作。虽然刘琦也犹豫过，怎么会有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还偏偏让他给赶上了。可是他真的太需要钱了，所以他还是选择了冒这个险。无名当然没有骗他，给了刘琦他承诺的一切，但刘琦也成了他永远的奴隶，当然只是其中之一的奴隶。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儿，只要做了一次
就会有把柄留下，足以让你身败名裂。话说回来，过去仅仅两周，无名收到刘琦的短信，告诉他找到适配他的肾源了，当然不是来自于活人的捐献。那么短的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捐献，死者是一个从很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农民工，刚送来的时候人还活着，但是凑不够交手术费的钱，他只能一边痛苦地哀嚎着，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与活力一点点地从躯体流逝出去。等他死后，趁他停在太平间的时候，刘琦偷偷溜进去，将他的肾偷了出来，并且妥善保存。话说吴明收到刘琦的短信后，便以最快的速度住进了医院，并花了大把的钱请院长亲自将手术安在了三天后的早上。说来也怪，自从吴明住进医院的第一天起，他就在不停地做一个相同的梦。说是不停的，是因为只要他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那个画面，一大群被开膛破肚的尸体围在他的病床边上，突然像是听到了谁的号令似的，一起从血泊里站起来，向无名慢慢的靠拢，肚子里的肠子还噼里啪啦的掉在地上，拖出一条条血线，连在一起像一张血织的大网，要将它紧紧围住。那些人的嘴还机械的一张一合，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音调说着，还我肾来，还我肝来。每当此时，无名便被吓得一激灵地坐了起来，他也知道自己做死人的生意迟早是要遭报应的，可是这世间的事就是这样，一旦做了，不是你想停就能停得下来的。即使他再不需要钱了，可是他做的到底是非法的勾当，少不得要堵住一些人的嘴。他也不是不怕，只是怕也不得不做。现在他只盼着手术能早点做好，好尽快地离开医院这种阴气深重的地方。无名入院的三天以后，手术如期进行，主刀医生是刘琦，他本就是个聪明好学又肯吃苦的人，只不过他上学的地方实在是太穷苦落后，他才没能考过好点的医学院，才给了无名这种奸诈小人的可乘之机。而在这座市里最大的医院，他有着充分的时间与充足的资源来学习，仅仅五年，就从一个靠关系进来的不入流的医学院毕业的毕业生，成长为这医院里面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之一。手术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手术中没有任何意外出现。然而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无名手术后的当天晚上就死了，而且死相极其恐怖，竟将早上随刘琦查房的护士吓晕了一个。也难怪，无名全身上下都没一个好地方，面皮全都翻了起来，露出森森的白骨，肚皮也都被破开，肠子流到了地上，而里面的各种器官也都不翼而飞，腿上的状况则更为恐怖，一层皮全都不知去向。而据知情人透露，法医检查后发现无名身上的伤全都是他在死前造成的，也就是说无名相当于被凌迟处死的。所有人得知无名的死讯时都显得惊讶与害怕，唯独刘琦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不用再做无名的奴隶了，终于摆脱了他的束缚与威胁，做起事来更是精神头十足，屡屡得到领导的表扬。病房里的一个漂亮女病人也频频地向他暗送秋波，真是事业爱情两得意。可就在刘琦春风得意的时候，却毫无征兆地在他值夜班的时候死在了他的办公室里。无论是死状还是死因，都和无名死得一模一样。
而两人的死因却怎么也查不出来，成了一桩悬案。而这所昔日市里最大的医院也随之萧条。据一个值晚班的女护士说，当她路过刘琦以前的办公室时，听到有尖细的声音说：“又弄死了一个，我们被抢走的器官很快都可以找回来了。”讲讲民间奇遇，谈谈午夜异灵，叙叙阴阳鬼事，聊聊妖神之说。欢迎收听由阔天为您带来的短小鬼故事。我为你堆了一个雪人。小雪下班以后回到家里，她觉得很累，每天的工作量非常的大，精神一直都处在高度紧张之中，他不敢松懈一下，因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失误，也有可能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小雪在这里上班已经好几年了，她平时的能力很强，工作也很卖力，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回报她的就是她远远领先别人的业绩。她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投资公司，每天都要和巨大的数据打交道，小雪已经习惯了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字，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还有一张张晦涩难懂的财务报表，每天铺天盖地地包裹着她，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有的时候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她像是个男人一样，在这些数据资料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为公司赚了不少的钱。他将自己的青春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虽然有一定的成就，但是他还是觉得空虚寂寞，特别是在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从工作中安静下来的时候，那种空虚无助的感觉快要将小雪吞食了。他渴望遇见一个爱自己的人，让自己不再那么累，不再独自一个人面对寂寞空虚的长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没有桃花运，还是因为自己的条件不够好，他一直都找不到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人。他长得还算漂亮，皮肤白皙，五官立体感很强，他的身材有些偏瘦，但是也算是凹凸有致。说实话，小雪的外在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很容易吸引别人的目光，但是她是一个工作狂，给人的感觉有些强势。小雪也很苦恼，看见自己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结婚了，她还是一个人，那些条件比不上自己的人都已经结了婚，自己还是无人问津。平时里也有人给自己介绍，但是相处不了几天，小雪就混得浑身不自在，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给小雪介绍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人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小雪也比较喜欢。小雪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她真的需要一个男人好好的疼爱自己。他不想每天一个人晚上都睡不着，不想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孤僻，最后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会变得越来越变态的。小雪抱着恋爱结婚的态度和男人相处，男人似乎也是非常的认真，他似乎对小雪非常的感兴趣，对小雪非常的好，同时他对小雪也非常的好奇，想了解小雪的一切，但是小雪每次只让对方知道一点点。她知道，当一个男人了解你的全部的时候，就不会再对你有任何的兴趣。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小雪对这个男人的好感也荡然无存了。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原因，这样的男人算是非常的优秀了，一般男人有的一切他都有了，而且长相帅气，这样的男人应该有很多女孩喜欢的，
但是小雪却喜欢不起来。她感觉男人并没有那么爱自己，她对自己更多的是好奇，好奇关于自己的一切。她有时候甚至感觉到男人有些变态，她对自己的占有欲非常的强，她总是经常问自己在什么地方，要是找不到自己就会非常的生气。小雪刚开始以为是男人爱上自己了，但是这样的管制让她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觉得自己就像是别人的情妇一样，一点自由没有。小雪以前也告诉过男人，自己非常不喜欢被别人管制，她把自己管得太紧，让小雪喘不过气来。男人每次都痴迷地说，亲爱的，那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你才会对你这么在意，你知道吗？我愿意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尽管是这样，小雪最后还是受不了了，她和男人分手了。男人苦苦哀求，希望不要和自己分开，但是小雪确实受不了这个男人了，她心意已决，说什么也不愿意继续和男人一起。男人伤心欲绝，他难得遇上一个让自己这么爱的女人，他不想分手，不管让他做什么，只要不分手他都可以接受，但是他的真心换不回一个去意已决的女人。有时候男人比女人更加痴情，他们更加的不能释怀，只要是他们刻骨铭心爱过的女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男人每天都在小雪的楼下等小雪回家，只要看见小雪就会上来死缠烂打。小雪刚开始对男人还有一点点的愧疚，但是后来对男人的愧疚变成了厌恶和不耐烦。她一再告诉男人他们已经结束了，但是男人就是不同意，他不能失去小雪。小雪不堪其烦，为了躲避男人选择去了另外的地方。一段时间以后，小雪没有再被男人骚扰，她稍微的松了一口气。她认识了一个新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在附近人当中认识的，这里是富人区，这里的人也基本上都是有钱人。小雪看过男人的照片，正是小雪喜欢的类型，她对这个男人非常有好感，他很浪漫，也很会逗女孩开心。小雪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惬意，她好像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总是恰到好处的让小雪觉得非常的开心。一天，男人神秘的对小雪说，小雪，我给你堆一个雪人，就在你的窗户下，但是呢，你只能在家看，不能靠近，好吗？小雪答应了，她喜欢男人给她的惊喜。第一天，她看见地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雪球，这应该是雪人的脚吧，看上去圆圆胖胖的，很是可爱。小雪对这个还没有完成的雪人产生了好感。男人说，小雪，这是我为你堆的雪人，虽然呢还没有完成，但是我希望你会喜欢，等雪人堆好了，我就会来见你的。小雪幸福地看着手机，上面男人的话让她觉得幸福无比。每天，雪人都会有一些变化，渐渐地雪人的身体、手臂，还有脑袋都有了。每一天的变化都会让小雪高兴很长时间。小雪心中期待着这个雪人可以早一点做好，他很想见见现实中这个完美的男人，开始一段美妙的爱情。终于，雪人做好了，今天就是和男人见面的时间。小雪激动万分，不断地在脑海里面幻想着男人的样子。晚上的时候，男人总算是发来了信息，说他已经来了。小雪往楼下一看，那个雪人竟然动了。小雪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看错了，雪人怎么会动呢？她确定自己的眼睛没有看错，确实是雪人动了。
他身上的血慢慢地掉了下来，露出形状各异的躯体和四肢。那颗人头，小雪认识，就是以前苦苦纠缠自己的男人。这个人明显是用不同的人体器官拼凑起来的。小雪捂住嘴，不让自己尖叫出声。他看见男人正使用手机给自己发信息，他说：小雪，我现在变成了你喜欢的样子，你满意吗？小雪看见男人诡异地笑了，一双手变得非常的长，一下子抱住了小雪的脑袋，将她拉了下来。小雪的楼下多了一个雪人，没有人注意，只要雪化了，才露出了小雪惊恐的尸体。讲讲民间奇遇，谈谈午夜异灵，叙叙阴阳鬼事，聊聊妖神之说。欢迎收听由阔天为您带来的短小鬼故事。鬼影夺舍。影子总能将胖子稍微变得瘦点，矮的人变得稍微高点。正因为这样的原因，高影很喜欢自己的影子，总爱做一些动作看看影子的变化，而且还经常的拍照。日积月累下，他的电脑和手机里都保存了很多张和自己影子有关的照片。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影子是不会捣蛋的，但事实上，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拥有灵性，影子也不例外。这段时间，高影总觉得身边有点怪怪的，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跟在自己的身后，转过头去却又什么都没有。这种感觉每时每刻都跟随着自己，让他很不舒服。一开始以为是自己患了疑心病，但后来发现并不是那样，医生只是告诉他要多休息，别想太多了。但这样并不能让情况减弱，反而出现了更多奇怪的现象。最近高颖总能听到一个声音在旁边提醒他要注意什么，不该做什么，甚至应该争取什么。高颖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状况，以为是自己身边出现了一个守护神，很是开心，于是尝试着和那个不定时出现的声音交流。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失败，但渐渐的，他开始能和那个神秘的声音沟通聊天，才知道这个声音居然来自自己的影子。他很是惊讶，也很是欢喜，没想到自己的影子竟然也能修炼成灵，不禁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拥有什么法术之类的。说来也奇怪，他竟然不会对自己的影子感到害怕，反而很是骄傲，到处跟朋友说。朋友都以为他神经出了问题，劝他去看医生。高影很是生气，到最后什么都不肯说了，但和影子的关系却一天比一天的好。话说他的影子似乎也很努力的休息，所以渐渐能脱离高影本身，做出一些基本的动作，有时甚至能在他煮饭需要帮忙的时候直接帮他拿东西，让他好像多了两只手。高颖很是自豪，觉得自己的工作轻松了很多，影子也很聪明，总能为他提出很多有用的意见。渐渐的，高颖在朋友眼中变得只喜欢一个人生活，可实际上他总在和自己的影子聊天，而且越来越久。但最近，高颖总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好像变差了，明明感觉自己好像忘带了东西，但最后总会发现东西在包里。问影子，
影子却说自己并没有帮忙拿，而有时多次检查过自己没有落下东西，却发现最后总有一些东西落在了家里或者工作的地方，这让他很是头大。无奈之下，他只好将每天必须带的东西都记录下来，核对过后才出门。但这还是小事，更让高颖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出问题的是，别人有时跟他说的事儿，他感觉自己好像并没有听到过，而别人明明说他帮忙做了什么事，他也竟然全都没有印象，更有时会出现短暂的记忆缺失。高颖以为自己生病了，又去看医生，可同样没有什么结果，只能买了些增强记忆的补品吃，但这种状况依旧持续，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能和自己的影子诉苦。影子的想法高颖其实并不知道，他一直以为影子的想法和他是差不多，却不知道影子的心中已经有了取代他的打算。高颖依旧什么话都和影子说，所以影子知道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不光是记忆逐渐消失，还发现家里有很多东西突然摆放的位置不同了，纸上总会突然多几个字，甚至是一段话。可问起自己的影子，却愣是得到否定的答案，好像真的是他的记忆丢失了。因为影子看不到嘴巴的关系，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影子正在偷笑着。影子是很奸诈，虽然这一切都是他做的，但是他什么都不肯说。如果仅仅是如此也就算了，他竟然还进入了高颖的梦中，使他噩梦连连，精神也变得越来越差，甚至不敢睡觉。这样一来，高颖被影子控制的时间就越来越久，因为两人在性格行为上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开始变得有些怪怪的，觉得他有些精神分裂了。而影子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羡慕他可以在阳光下生活，而自己只能待在阴影里，什么都不能享受。对于此时已经拥有了意识的他来说，是怎样都不能接受的。而被蒙在鼓里的高颖，依旧每天傻傻地将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奇怪的事情告诉影子，仿佛他是自己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但影子似乎受不了了，在某天高颖依旧如往常一样和他说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时候，影子居然反客为主了。高颖，既然你这么难受，为什么不让我代替你呢？这样你不就可以活得清静点了吗？高颖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居然还点点头说影子的提议很好，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有点傻眼了，自己的影子居然说要代替自己，这也太扯了吧。你别闹了，这是不可能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突然觉得自己全身都不能动了，而影子的手竟然顺着他的大腿慢慢地往上爬，只要是他爬过的地方，鸡皮疙瘩全都竖了起来，不停地发抖。影子一边爬一边讥笑着高颖，慢慢地将他全身都包围在了自己黑黑的身体里。高颖吓得发出凄厉的尖叫声，全身好像被人剥了皮一般，剧烈的疼痛着，身体也有被侵占的窒息感，渐渐的他失去了意识。影子对于这一切很满意，看着镜中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自己，突然觉得自己已是很完美。跟了高颖这么多年，
他终于也能尝一下当高颖的滋味了。而失去意识的高颖正处于绝望的梦中，在黑暗中来回的奔跑，寻找着出口，可就是毫无结果。他只能心力交瘁地坐在地上，心里满是惊慌。他不知道自己还在这个地方跑多久才能离开，更怕自己永远都不能离开。影子总会在晚上熟睡的时候出现，鄙视地看着没有任何反驳能力的高颖。他永远都不会让高颖有脱离掌控的一天，永远都不会。讲讲民间奇遇，谈谈午夜异灵，叙叙阴阳鬼事，聊聊妖神之说。欢迎收听由阔天为您带来的短小鬼故事。死亡前奏。众人皆说，死亡的来临是无声无息，说不定下一刻就该轮到谁。但是在我看来，死亡是有前奏的，只是看这个前奏来的是否明显而已。死亡如同雷声，在它之前必有闪电似的前奏。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这里，之所以我能这么肯定，是因为我见到过，我亲身经历过。虽然每次讲出都没人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但是这的的确确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等等，听完这个故事，希望你能相信这是真实的，而且是一个真人真鬼的故事。那是在2000年的春节，和往年一样寒冷，只是多了点凄凉而已。那年我刚好10岁，和往年一样，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都会把外婆接来，因为外公走得早，就外婆一个人过年的话会很孤独。我的表妹是我大舅家的孩子，也随我外婆来到了我家里，所以家里显得十分的热闹。但是这热闹的后面却是无尽的悲伤和泪水。春节本是一个喜气洋洋的日子，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欢声笑语，而我们家却有着哭哭啼啼的声音。母亲从厨房走了出来，看见我父亲坐在一旁看着电视，而我的表妹只见一脸的恐惧，坐在那里哭泣。哎呀，这是怎么了呀？母亲问道。这时我外婆也走出来，忙着去诓我的表妹。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大过年的，哭什么呀？外婆边说着边擦着表妹的眼泪，最后大家终于把表妹框住了。当时问表妹她为什么要哭，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盯了下我的父亲。但是年过完了，表妹走的时候，我们无意地问起，她才说出了原因。原来那天她看见了我父亲很恐怖的样子。听他说，我父亲和电视里面的鬼有几分相似，所以才被吓得哭了起来。我们当时也没当回事，都认为表妹是瞎编的，父亲怎么会跟鬼一样呢？我们都不理解，外婆还吵了表妹，叫她不要乱说。但是我却看出了表妹无辜的眼神，似乎是真的看见了什么。但后来我却真的看见了一些东西，那个时候的我才理解了我的表妹当时为什么会哭泣了。年是过完了，我也得上课了，父亲也上班了。
生活似乎看起来和原来一样的平静，但是隐藏在平静下的恐怖才刚刚的到来。周末，开学的第一个周末，十岁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欢喜的玩耍，并不喜欢读书。那天早上，母亲才出门，我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心想早点出去找同学们打打游戏。那个时候的我们还没有电脑玩，所以打游戏币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幸福了。脸都没洗，就带上自己的早饭钱，准备去送给那万恶的游戏机老板。我刚迈出了我的卧室，就本能地退了回来，因为我看到了我的父亲。父亲平时对我都很严厉，我也十分的怕他，所以我才退了回去，拿出了作业，准备做做样子，等父亲走了，我再出去。当我拿起笔的一瞬间，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这不对呀，父亲不是在乡下搞农网改造去了吗？他是什么时间回来的？昨天晚上都没在家的吗？怎么今天早上就在客厅了呀？我十分的不解，怎么回事？哎，可能是父亲才回来吧，很有可能是回来看我做作业的，前两次不也是这样吗？但是事实却和我想的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我做了一会儿作业，就去看父亲走了没，心里直盼着父亲早点走。我坐在那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反正就是不爽，因为游戏症又发作了。我从卧室的门缝看了看，怎么父亲还是原来的样子坐在那里，他的手里拿着一支烟不停地抽着。我再次失望地退了回来，正准备坐下时，我又站起来跑到门缝处看了看，因为我发现我父亲好像有点透明，我好像能看到他后面的墙壁。这怎么会呢？我眼花了吧？再看看，再仔细的看看。当我再看过去的时候，发现一切都是真的，父亲是透明的。我一时毛骨悚然，但是好奇的我没有就此罢休，我还是站在那里悄悄地望着父亲，看了看，发现父亲的烟怎么抽了十多分钟还没有抽完呢？我又盯了盯地上，竟然也没有一支烟头，明明有烟冒出，怎么就不见那支烟燃烧呢？再看看父亲的表情，一直不住地低头叹气，但是我没听到任何的声音，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如同要离家很久的离别情绪。看看透明的父亲，不知道几时回来的他和那只燃不完的烟头，我在卧室里如同油锅上的蚂蚁来回转了 N 个圈儿。时间就在我的偷窥中慢慢地走掉了，也终于到了十二点多，但是父亲却还在那里。卡崩，门开了，我妈妈回来了。也就在这一瞬间，就在这一时刻，父亲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也没留下。我跑了过去，地上没有一支烟头和一点的烟灰，是那么的干净，干净的我又打了个寒颤。妈，爸爸呢？我急迫地问了问母亲。你爸爸上班去了呀，过几天才能回来。啊，妈，爸真的没回来吗？我这个问题当时问了母亲很多次，但答案都是这样的，没有回来。之后我给母亲说了我看到的一切，但母亲就是不相信，还叫我不要乱说。过了两天，父亲回来了，
父亲的衣服和在客厅的一样，一身工作服，只是没了忧愁，好像都已经过去了，很平常，很自然。当然，我也没有给父亲说我那天看到他了，因为怕被父亲暴打，小孩子都是这样的。现在想起来，就算打死我，我也得说，因为那天父亲回来后就再也没回家了。几天后，单位传来了父亲因公去世的哀讯，父亲走得那么的平静，那么的自然。不管你信还是不信，这些都是我真实的记录，同时送你们一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讲讲民间奇遇，谈谈午夜异灵，叙叙阴阳鬼事，聊聊妖神之说。欢迎收听由阔天为您带来的短小鬼故事。神预测。这个故事是外婆讲的，我当时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其实外婆讲的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那时候我还小，外婆还年轻十好几岁的时候，我跟外婆一起经历过的。可能是现在外婆年纪大了，以前的事情记得不清楚，但她却会对这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外公和外婆住在乡下，跟妈妈的婆家离得并不远，开电动的话大概20多分钟就可以到了。那一次，爸爸和妈妈因为一些家庭的琐事吵了架，妈妈一气之下开着电动车载着我往外婆家开去。那段时间正好放暑假，正待在家里无聊的我兴奋得要命，屁颠屁颠的跟着妈妈到了外婆家。一亩亩稻田金灿灿的，空气清新，微风拂面，那个心情就是一个字儿，爽。到达外婆家刚好可以吃晚饭，外婆看到我跟妈妈非常的开心。外婆生了6个男孩一个女孩，一直把妈妈当宝一样看。也得说外公外婆教育得好，这样的疼爱下妈妈没有被惯坏，反而从小就懂事，帮忙做家务，带比自己年纪小的弟弟们。我们吃完饭都没看到外公，外婆一听就开始跟妈妈抱怨起外公来了，说他生在福中不知福，现在儿孙满堂，几个孩子在事业上都发展得顺风顺水，是时候该享享清福了，没事儿可以去邻居家坐坐聊聊天，拉拉家常什么的。这样的日子可他偏不，死活都要下田去，气得外婆都不想说他了，现在就随他去了。我坐在旁边听得咯咯直笑。这时候客厅的门帘被掀开了，外公走了进来，那一身皮肤又黑又黑的，虽然是黑但看上去非常的健康。外公看到我们来，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我们来，要知道的话他就早点回来了。然后他们就是巴拉巴拉地聊着天儿。我是个孩子，这种场合最不喜欢了，于是我就趁他们聊天的时候跑到屋外面玩去了。乡下的夜晚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外婆的屋前是一大片空旷的田地，晚风轻轻拂过，稻草铺成的田地奏起属于夏季的沙沙声响。我一个人蹲在屋门前玩泥巴，玩得不亦乐乎，似乎忘记了所有。外婆家的左右两边的屋子都是一样的，排成横线，在屋后也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房子，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当时躲在屋前玩泥巴的时候，左右都有邻居相互串门，
时候还早，很热闹。正当我把泥土汤圆刚揉出一个圆圆的形状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下意识地回头往外婆家的位置望去。我看到一个有1.78米个头的物体站在门口那儿，缓缓地飘着。虽然外婆门前的那盏灯的光线很暗，我看到那个物体轻轻地飘进了屋里，因为当时我没有看到它走路的起伏。那个时候我才6岁，对鬼什么的还没有认知，我看它飘进了屋里，也就跟着它跑了进去，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跑到客厅里面什么都没有看到。客厅里面就坐着外婆跟妈妈，没有见到外公。外婆见我匆匆忙忙的，连忙问我是怎么了。我嘻嘻一笑说没有什么，然后就出了客厅。脚刚踏出客厅，眼角就瞥到有什么东西从左边的位置快速的闪过。我跑了过去，在昏暗的油灯下，我看到刚才轻飘飘的物体飞快地扑在了外公身上。看到这一幕，我突然就哭了。闻声而来的妈妈跟外婆纷纷问我怎么了。我边抽泣着边指着躺在床上的外公说道，妈妈，刚有人扑在外公身上，然后就不见了。妈妈连忙让我不许乱说，然后带我回到客厅去坐。婆婆看我被吓到了，连忙倒了一大杯水给我，见我喝完水后也不哭了，他们就以为没事儿，又继续聊起了家常。这时候外面响起了狗叫声，然后我就听到爸爸的摩托车的声音环绕于耳边，接着熄火了。爸爸从客厅门口走进来，陪笑地跟妈妈说好话，看得外婆在一旁咯咯直笑，不停地为爸爸说好话，最后妈妈还是原谅了爸爸。当天晚上他们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回去，我当然是不想了，有这么好玩的机会怎么会回去呢？因为回去也没事做，于是我顺利地留了下来，妈妈则是跟着爸爸开车回去了。当天晚上我就跟外婆一起睡，但是那天晚上我根本就睡不好，总是做梦。梦里我梦见有一个黑影朝外公扑过去，一整个晚上重复不停地做着这个梦。第二天起床我的精神特别差，但是也许是出于对外公的担心，我下床直接去了外公的房间。房门是开着的，外公的被子被折得整整齐齐，我跑去问外婆，说外公呢？外婆叹气着说，又去田地了。一大清早的，外公真是精力充沛，知道外公没事儿，我就放心了。那天，我就跟外婆一起去附近的山上拜神，那山上有个庙，不过听说挺灵验的，外婆就带我一起去了。再回来的时候撞到了一个60来岁的尼姑，她慈眉善目的，她注视了外婆好一会儿后，然后叮嘱外婆说，最近不要让家里人去田地，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外婆一听心里就特别的不安宁，回去马上跟外公说了这件事，希望外公不要去。可外公的脾气谁都知道，火爆得很，外婆根本就劝不了，外公依然是每天往田地里跑。后来在那段时间，外公有一天中午在田地中昏了过去，据说当天他想去田里查下种的东西怎么样了，结果中暑了，被人背回家后又是吐又是拉，请来不少医生都束手无策，几天后便走。这件事在外婆的心里就成了一个疙瘩，她到今一直怨自己，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说什么也不会让外公下田去。
讲讲民间奇遇，谈谈午夜异灵，叙叙阴阳鬼事，聊聊妖神之说。欢迎收听由阔天为您带来的短小鬼故事。女鬼。上个世纪最后一个寒假，我为了复习考研留在学校没有回去，宿舍的哥们儿回去的时候告诫我，夜里要小心，前两年在学校失踪的女生会来陪你的。我笑着回应说，好呀，有个漂亮的女鬼免得寂寞。假期开始的一个星期后，校园里已经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由于留校的人太少，食堂关门了，负责清洁的员工也都回去了。一个六层高的宿舍楼只有十几个人，平均下来每层不到三个。最惨的是我，整个六楼就我一个人。为了节省，管理员到晚上八点就停电停水，我准备了很多蜡烛在宿舍里。到了晚上，长长暗暗的走廊里恐怖阴森，我想起了哥们儿临走时的话，加之我小时候有过撞鬼的经历，夜里害怕极了。我连厕所都不敢去，就拿了个盆放在床下面方便。一天傍晚，复习的实在太累了，看着外面的夕阳洒在校园上，我就到花园里去散步。花园里除了常绿的松树，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满园的枯叶在寒风中沙沙的哆嗦。忽然，我的目光被花园中间松树下的一个红色吸引，走过去一看，在隆起的树根旁有一株玫瑰，叶子不多，但是很绿，尤其是这朵红色的玫瑰，鲜红如雪，没有平常的玫瑰花大，但是却异常的妩媚，娇小可爱。真是奇怪，在这寒冷的北方，怎么还会有玫瑰呢？如果在温室里倒也寻常。哦，也许是上天给我的预兆，让我明年找到女朋友呢。哼，哎呀，这么大了还没有谈过恋爱，但是也不能苦了这株玫瑰，把它移到我的宿舍里面，不能让它在寒风里受冻，万一下大雪，它可是必死无疑呀，多可惜。于是我找来以前用过的花盆，小心翼翼地把它移了进去，搬到宿舍放在窗台上。晚上八点，宿舍按时停电停水，我点起了蜡烛，继续攻读。困的时候就看看那株玫瑰，对着他瞎说一通，保佑我考上研究生。听到我自言自语，自己都觉得好笑，都是看《天龙八部》看多了，学段誉的傻样，但是的确能减轻一些压力。看了看表，已经12点多了，我准备睡觉，于是向那朵玫瑰说了句晚安。我转过头去，忽然看到窗旁立着一个女生，全身一袭红袍，层层叠叠，鲜红如雪在柳，一张脸苍白如纸，两眼空洞寒雪，长发及腰。等我醒过来的时候，他依旧在我身边，我张嘴就要叫，被他用手捂住，冰凉的手几乎把我的牙都冰掉，可是我已经浑身无力。你不要怕，我不会害你的，但是你要帮我。我已经不能出声，只能继续地听他说着。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宿舍里，如果等到这个冬天过去，我就只能做个冤魂，飘荡在阴间，永不超生。但是我还是需要你帮我，我本是98级的学生，那年刚来学校报到，一个大四的老乡说他能帮到我，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就信了他。晚上他说明天要帮我交学费，让我把钱带到花园里给他。于是我把带来的钱都带上，来到了花园。当时花园正在修建，在那里我被他勒死了，
然后埋在了松树下面。他拿走了所有的钱，半年后他也毕业走了。我一直无法报仇，因为我身上没有人气，就无法形成力量。两年又快过去了，如果再不能报仇的话，就永远无法超生了。于是我就用我的肉体化成了一株玫瑰，希望有人能来碰我，这样我就可以吸到人的精气。没想到到了冬天也没人看到我，直到你把我带到宿舍。宿舍是个人气多的地方，你让我待在这里一个星期，我就能报我的仇了。如果你把我扔出去，我就永远缠着你，让你一生不能安宁。但是如果你帮了我，我自会感谢你。我慢慢地缓了过来，想着他可怜的身世，惶恐地点了点头。不答应又能怎样呢？碰见了鬼，活该倒霉。还有，这件事，你不可以和别人说。我晕晕乎乎地睡着了，到了第二天10点多才醒，看着那株玫瑰仍然是那株玫瑰。充足的睡眠让我很有精力，看书的时候也记得很清楚。昨天夜里的鬼想也无疑，还是好好复习吧。接下来的几天，经常听到同学几个人说半夜看到一个红衣女人在走廊里飘来飘去，连门卫也说见过，有的人开始搬出去住。我也不敢多说，一个星期后的夜里，蜡烛被点亮了，那个女鬼把我叫醒。谢谢你的帮助，我现在有力气复仇了。我已经知道那个人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办法到那里。你帮我把这朵花寄给他，我就会到他身边，然后为我自己报仇。说着他一抬手，一朵鲜红的玫瑰出现在指尖。哎，那如果他不收呢？这个我自有办法，这是信封，把这个花放进去，你明天只要把它丢进信箱就可以了。我接过信封就迷迷糊糊地睡了。第二天我把这个信封投到了邮局，回来的时候发现那朵玫瑰已经谢了，只剩下了叶子。接下来的几天也没有什么事儿。过完年快要开学了，我想室友不久就要回来了，那时候我们这里阳气也压得住他，到时候把这个玫瑰送到庙里去。当天夜里，我正在蜡烛下看书，忽然感觉一阵风，影子一晃，那个红衣的女生出现在面前。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她的脸有点红色。我的事情已经结束了，要去阴曹地府报道，10年后就可以重新投胎了。真的谢谢你，你把我的化身烧了吧，然后撒到黄河里，我会报答你的。说完他就消失了。我再看那盆花，玫瑰花正艳，如雪如气。我把花连根拔起，找了一些纸把它烧掉，烧的灰装进了一个杯子里。这时候值班的门卫来了。哎，我说你搞什么鬼呢，在这里烧纸？本来最近都传着闹鬼，还嫌不够？对不起啊，我烧一些无用的笔记，现在好了。好了就赶快收拾好，夜里当心点。说完门卫就下去了。第二天我把这个花盆连土带到了黄河边，把灰撒了，把花盆丢到了河里。下午室友们已经回来，看到我吓了一跳。哎呦，学习太不要命了吧。我笑了笑并没有回答。直到毕业后的几年，我也没有告诉他们这一段经历，但是我见到玫瑰就想到了那个可怜的女生，也许她也快重生了吧。讲讲民间奇遇，谈谈午夜异灵，叙叙阴阳鬼事，聊聊妖神之说。欢迎收听
由阔天为您带来的短小鬼故事。那个说冷的人。很多年前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好像是读初三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我们住宿舍，由于是冬天，我家距离学校很远，所以一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周六上完课，差不多下午两点左右，我回到宿舍就收拾行囊，骑着自行车回家了。第二天的星期日下午再回来，虽然这样折腾一些麻烦点，不过那时还小，非常的想家。回到家里，不只有好吃好喝的，还能无拘无束的玩上整整一个上午。对于课业紧张的初中生，那简直就是天堂一样的日子。这一天是星期六，上午的课我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不只是我，我估计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一颗心早就飘到家里去了。中午休息过后还有一节课，吃过午饭，最后一节课我是在梦中度过的。说实话，老师也着急回家，你只要不耽误他下班，你干啥都没人管。上课上到一半，老师就说了一句，剩下的时间你们自己自习，轻飘飘的撂下一句话，人就走了。估计等我们下课，他都已经到家了。我这一觉睡得昏天暗地，下课铃声响了我都没有听到，要不是后面同村的小峰叫我，我估计我还能再睡他几个小时。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那么困，迷迷糊糊的走回宿舍，别人都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而我就是抬不起眼皮，直挺挺的倒在床上又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香呢，迷迷糊糊的醒了，一看宿舍的人全都走了，再看看墙上的挂钟，都已经四点多了，心里暗道一声糟糕，急急忙忙地爬起来开始收拾东西。每个周六我都会回家，差不多三点半的时候我就已经到家了，可现在都四点多了我还没有到家，真不知道家里人该怎样着急呢。收拾好东西，骑着我的自行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尽管我一路狂蹬，还是没能在天黑前回到家。冬天的天黑得特别的早，五点刚过天就黑了，我心里着急，暗骂自己不该睡觉，自己责备自己不说，心里头也是惴惴不安，真不知道回到家会有怎样的狂风暴雨等着我呢，让家里人这样着急，不被收拾怎么能过得去呢。远远的我就能看见前面的点点星光了，那就是我们村子，那点点星光正是万家灯火。说句心里话，这样安静祥和的景色在我心里可是印象最深的。我心里着急，摸着黑在小路上用力地蹬着车子，瞪着眼睛看着前面的路。就要到村口拐弯处的时候，我刚转过去，忽然前面隐隐约约站了一个人，车的速度太快，等我看见这个人的时候再想拐弯已经来不及了。眼看就要撞上的时候，我一使劲掰了一下车把，整个人连同车直挺挺的冲进了路边的沟里。这下把我摔得可不轻，疼得我嗷嗷直叫，费劲巴力地拖着车爬了出来，再找那个人，却是黑漆漆的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心里一阵疑惑，莫非是我看错了？可是眼花也不能看错一个大活人呢。也不管他是什么人了，我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继续往家走，前面的车轱辘不转了，估计是坏掉，拖着车继续走。可是走了十多步，我又看见前面的人了，还是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的样子。突然出现的人影把我吓了一跳，
等我看清是人了，也就不害怕了。虽然疑惑他是怎么跑到前面的，但是也没有细想，推着车子走到他身边说道：天都这么黑了，也没看到你，差点撞到你。这下好了，没撞到你倒是好事，你看看我的车都坏了。说着我还是晃晃车让他看，不是我没有礼貌不叫人，大晚上的我也看不清楚他是谁，也不知道是叔叔大伯还是哪位爷爷，所以真没办法，只能等他说话我才知道他是谁。可是我的话说完了，那个人还是没有说话。我抬头看了看他，只见他低着头，穿着黑色的棉衣，垂着双臂，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让我奇怪的是，他身上湿漉漉的，好像是刚从水里出来似的。靠近他的时候，居然还有一股烂草的味道。看到这个怪人，我有些更害怕了，下意识的我就问道：你身上怎么湿了？你不冷啊？想想我都觉得冷，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听到我的话，那人好像有点反应了，慢慢的转头看了看我，声音冷硬的有些颤抖的说道：冷啊，冷啊。除了这个冷字，别的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天太黑了，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听声音我能听出来是村东头刘家二良哥。这下我确定是谁了，也就不害怕了，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哎，二良哥，你可把我给吓死了，刚才差点撞上你，还把我给整沟里了，你说怎么办吧。听了我的话，二良哥并没有回答我，而是一个劲儿的站在原地嘟囔着冷啊冷啊的，说着说着竟然还打起冷战来。看到他冻得够呛的样子，我就笑话他说：嘿嘿，活该你冷，大冬天的整一身水，你不冷谁冷？你还不赶快回家去换衣服，在这里直挺挺的杵着干啥？虽然我嘴上在笑他，但是心里却疑惑得很，这大冷天的怎么弄得浑身上下湿透，就算是冬泳也没有这样的吧。不过也没准，二良哥最喜欢在水库的冰面上凿洞钓鱼了，没准心血来潮就跳进去游了一圈呢。想到这儿，我不禁地晃了晃脑袋，自嘲自己竟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出了神儿。等我反应过来，抬头一看，二良哥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我急忙抬头四周看了看，也没有听见走路的声音，那么这人怎么就不见了呢？环顾四周一看，真的没了人影，我的心里更是疑惑不解。没见就没见了吧，估计可能是先走了。不由埋怨二良哥，他走了也不吭一声。我也没有多做停留，推着我的破车继续往家走。前面没多远，我就进了村，一路上再也没有看到二良哥。我急急忙忙地回到家里，就看见老妈在门口向我这边张望，看到我的出现就急急忙忙地跑出来接我，随之而来的就是特别亲切的谩骂。哼，好吧，全当是爱和担心吧。我就只好解释，因为车坏了在路上耽误了。老妈见我冻坏了，心疼更多于埋怨，我也是饿极了，接过筷子就吃。这时候我才发现老爸不在家，于是就问我妈：哎妈，我爸呢？怎么这么晚了也没见人呢？老妈瞪了我一眼说道：找你爸干嘛？让他打你一顿啊？我嘿嘿一笑：嘿嘿嘿，没事没事，我这不就问问吗。老妈又是瞪我一眼，然后有些伤感地说道：你爸去东头刘二良家了。哎，
你说这人也真是的，说没就没了。那二梁子就喜欢在水库上凿洞钓鱼，上个星期六的事儿，一滑脚啊掉到水里了，等捞上来的时候都冻成冰了。哎，这不今天是头七，这饺子啊也是给老刘家包的，剩下点儿给你留着了。吧嗒一声，我手里的筷子掉在了地上，眼前出现了一个湿漉漉的身影，嘴里说着：“冷啊，冷啊。”